来自仙女座信息，来自环球灯塔的博客。问候，亲爱的光之存有，我们是仙女座人。我们很高兴今天能与您交流，因为我们有精彩的见解可以分享。一，仙女座人，大门已打开。在我们无限造物主的光与爱中问候。我们在这些时刻说话是为了带给你们真相，以及对控制物质现实的矩阵的更高理解。大多数人类无法想象维度的概念，以及为了逃避 3D 幻觉而给出的光的水平或光谱。物理宇宙，或第三度现实，是有情众生在不同光度内的最低振动光谱。这就是人类被保留的地方，并阻止他们的意识进一步前进更高。为此，神圣慈爱的无限源头造物主制定了一项神圣法令，将人类从他们的俘虏手中释放出来，目的是将人类从第三级振动频谱中释放出来。然而，即使有了这种释放，人类也必须摆脱较低的振动和思维模式。大门已经为人类打开，现在轮到人类挺身而出，成为他们本来的光。人类一直被奴役在非常严密的控制体系之下，从未真正拥有过真正的自由。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这种控制结构是矩阵。在第三度中，黑暗统治者，他的统治是因为缺乏光。稠密的现实或物理宇宙被称为 3D 幻象。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它缺乏光。这个物质宇宙是所有宇宙创造物中最后的或最低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多元宇宙的理解。所有密度都有自由意志。然而，无极生物的自由意志与三极生物的自由意志有很大不同。在第三密度的黑暗中，它变成了适者生存或最强统治者。在第三度物理宇宙中，自由意志运作得很快，让最邪恶的人成为物理宇宙的控制者。地球人在第三度内受到如此程度的庇护，无法接触到他们现实的真相。他们无法抵抗黑暗统治者。物质宇宙中的许多银河种族必须与黑暗势力进行战斗和战争，只是为了获得自由。但与这些生物不同的是，人类物种经过基因操纵和改变，使他们成为奴隶种族。人类在被操纵后被剥夺了提升的能力，这被神圣法令制止并逆转。大约2000年前，在你们的时空，一个神圣的命令被放置到位，将人类从第三层提升到第四层，然后将他们跳到第五层。这样做是为了将人类从第三维度中完全释放出来，将他们从执政官的束缚和奴役中解放出来。首先，人类的基因必须与原光重新连结。人类体内一直都有光源，只是他们的肉体不允许他们接触到它。然后，透过赋予你们银河系家族的许多精华来改变人类基因，从基因上将你们与我们所有人，也就是你们的银河系家族连结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所有的星际家族在这些非常珍贵的时刻都在这里。当你们上升到更高的存在光谱时，他们在这里迎接他们的新家庭。这就像见到你的孩子，在他出生后，耐心地等待你睁开眼睛，看到我们，认识我们。许多在这个时刻觉醒的人都在试图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他们没有意识到，你无法改变三度幻觉。他们仍然是幻象。许多人希望把第三级幻觉中的一切带入更高的光谱中。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
你正在从光谱提升到非物质的存在。这意味着每一极光的密度都会发生变化，透过每一个密度，你都会变得越来越纯粹、纯净。物质财富是带不走的，物质财产不能随身携带。你在三级幻象中的财富不能被带走，这就是你如你所示的意思。你只带着你自己进入更高的爱和光与智慧，仅此而已。当你诞生时，纯洁无邪。当进入更高的光时，就像重生一样，你成为了更高的光之版本。你不再处于密集体中，但你的身体已经提升到更高的振动光谱。然后，你的意识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溶解了自我意识，释放了所有将你与万物合一分开的东西。你在各方面都在光中崛起，你正在成为纯粹的光。大门向人类敞开，以唤醒他们的真理。现在由你们每个人来选择自己的振动。更高之光的振动是团结、爱、感恩和合一。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你现在有这样做的自由。你可以选择在爱和团结中崛起，或留在恐惧和分离的较低振动中。你们每个人都透过你们选择享受的振动来做出这个选择。透过接受爱的概念，你在光中会越来越高。我们期待着你重生的时刻。我们见证你，我们庆祝你，我们爱你。在我们无限造物主的爱与光中，我们是仙女座星际委员会，在这里为神圣服务。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仙女座人，幻觉正在消散。我们在无限造物主的爱与光中向您致意。人类再次被你们恒星的太阳耀斑和在光中升起的地球本身的美丽神圣能量所吞没。这也伴随着来自宇宙的所有美丽的宇宙射线，以及透过你们的星际家族发送的所有爱和治疗。所有这些能量都已经开始了下一阶段，让事物全面绽放。打开接受这荣耀之光。正如花朵向太阳之光开放一样，你的灵魂也是如此，向无限造物主的光开放。无限之光滋养你的灵魂，滋养你的精神，带着感恩和爱来接受这光。在这些时刻，许多事情都在改变。你所播下的一切，现在开始在你的现实中显现。许多人仍然迷失在幻觉中，感到困惑。事情并没有按照阴谋集团的计划进行。他们的矩阵正在他们眼前崩溃。那些陷入城市设计困境的人也感到困惑和迷失。在较低振动范围内，没有任何事情会像他那样运作。当你和你的地球在光中升起时，一切都会改变以适应新的振动。你们中的许多人共同创造了一个新地球，所以这就是你们将要收到的。当在共同创造中时，你正在与无限的创造者一起工作，在爱和合一之中共同创造。当处于更高振动时，这种类型的表现会更强、更强大，因为你在合一振动中工作。所有自私、贪婪、复仇或欺骗的较低振动表现将不再在这些新振动中起作用。在你们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阴谋集团隐藏了人类有能力显化其现实的真相，只为自己保留这些知识。在第三级频谱的较低振动范围内，所有事物都可以显现出来。阴谋集团或精英、
利用人文情感反应的某种操控手段对付他们，以创造控制矩阵。在自私、贪婪、报复和欺骗的意图的震动下，这种较低震动的表现将不再为他们显现。当地球进入较高震动时，较低震动频谱开始溶解。这就是你正在经历的。幻觉正在消失。这让许多人迷失和困惑，想知道为什么事情没有按照他们原来的方式或他们希望的方式发展。然后，还有你们中那些在爱的震动中显现的人，他们正在改变一切。你的意图是为了所有人的进步，这是神圣的平衡。黑暗意图将不再统治。在地球这个空间区域内的人类或任何其他存在将不再能够表现出自私、贪婪、复仇或欺骗的意图。这个太阳系现在接收到的震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光已经胜利了。只有爱的真正意图才会在更高的震动光谱中反映出来。更黑暗的意图将不再显现，更黑暗的情绪也会变得更难以坚持。事情正在改变，你的现实中的一切都在改变，肉体的幻觉正在消失，剩下的就是爱了。这取决于你的振动位置，你的振动频率是团结和服务他人，还是分开和自私呢？分离和自私都是幻象。相信你与无限的造物主断开了联系。透过了解你与万物相连，你开始提高意识理解，即你也与地球家庭合一。由同呼吸、同精神、同地球将你们联系在一起。你们中有许多人是星际种子和流浪者，他们体现了合一的振动，并将其锚定在地球母亲身上。坚定地握住你的光，你正在做出改变。你用爱锚定地球。人类和地球开始摆脱幻想或幻象。那些正在寻找答案的人会找到你。所有的创造都在庆祝中。我们在欢乐的团聚中等待着大家。你们是归来的大师，我们爱你并尊敬你。我们是仙女座星际委员会，来这里服务神圣。感谢您的光临，我们爱您。我们的爱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希望我们的信息能为您服务。我们是仙女座人，我们感谢你们。来自仙女座人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